再往后一剪长一点，你看这个网的高度到我脖子这里，看到没？剪这么长，我看好不好？上面就少，别搞到这么长。这样傻，就是剪太长了，就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费劲。所以说不要剪太长，适合自己就可以了。剪太短的话，它上面就不好拍。 自己适合自己就可以了。你练网的时候，你每次离网，你到自己抓起来，撒起来，自己就是你慢慢去调整，是最好的。因为太长的时候，让它撒，但撒起来不舒服。长的很费劲，你看我剪短一点，离短一点，我撒起来就。 撒起来，它那个力量感。